哎，我们来到奇力汽车啦，我们今天来做车主的长期追踪。我就是车主，在这边追踪他的阿巴罗密欧，今天来保养了哈。顺便看一下改装的东西装的怎样。哎呦，这大尾翼漂亮哦，超美的。你有弄了什么东西？除了这个大尾翼，还有那个方向盘，它里面有装卡泵的。哎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哎，很有质感嘞。对，那摸起来，哎，好摸哦。不错，这个我也是第一天看到它，它其实是我拜托吴老板帮我装的。哦，很好看哦。好看，好看。还有我的那个后视镜。后视镜。对。哦，漂亮，这样子质感有出来哦。有吗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好看哈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小东西装起来之后，怎么质感提升了哦？对，吴老板在哈，那我还要跟他问一个问题。外汇双逼车要怎么样买才会有保障？其实要注意的点非常的多。当你的车子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找得到人来帮你负责。我要请教吴老板，是很多人呢、都在泡芙买这个 Alfa Romeo Giulia 的时候，都是看衰我说这款车啊，它妥善率低啊，然后维修很困难啊，那零件要取得非常久，然后甚至于会等不到。请问一下吴老板。我这台车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？我觉得没有哎，因为大部分的零件都在一个礼拜左右都可以取得了。哇，是，所以零件取得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。那维修保养呢？我们有它的诊断电脑，然后有特殊的工具，所以在维修上面跟后勤的保养上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所以社会江湖上传言的无法维修、无法保养都是假的喽？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哎，按人家说哈，是。这个车小毛病很多哦，你自己目前到，因为我们也开了两个月了嘛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先问车主来，小毛病有很多吗？小毛病就是它的那个天窗的卷帘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姓肖，他很三八，他开在路上就说我天窗要开起来，卷帘要打开来，然后等一下又说有蚊子把它卷起来，啊，等一下又说我要把它卷开来，卷帘很容易卡到。我总是想玩玩看嘛，就是玩那个天窗的卷帘，哎，就卡住了哈，所以要去用那个东西。对，那你其他还有遇到什么？其他的都还好，机械上面的很多方面检查起来，然后在操控方面啊、底盘方面啊，我也觉得整个状况是很好的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我自己看也是没有问题，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很顺，然后。就是加速都很顺，各方面没有问题，而且我这样开两个月真的是没有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不够多改 QV。对了，他还有很多东西要改啦。是，对对对。哎，听说你还要改一个秘密的。对，我请吴老板先不要帮我的车美容各方面，因为我的车要改颜色，大家猜猜我要改什么颜色？我们这样检查下来都还 OK 吗？系统都很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OK， 是。那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问题，有很多的朋友问老肖说，外汇双逼车要怎么样买才会有保障？你一定要找有店面的商家。为什么？当你的车子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找得到人来帮你负责。七年内的外汇双逼车可以保保固险，而这个保固险呢，是用这家的牌去保，不是跟别人借的哦。那如果你的车有保固险的话，当你的车子需要维修的时候是免费的。
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两点，基本上你买车就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风险，买车也比较有保障。